作为一名合格的保安，每天在山庄固定的巡视是少不了的，不仅要对外来人员盘查做好记录，还得随时做好安全防范。这一次他们会遇到怎样的考验呢？我劝你们痛快离开啊！我劝你们赶紧搬家。娜娜，想当年咱们跟一伙团伙打架，对，能有1000多人吗？10001个。10001个吗？对，10001个全我俩打趴下了。10000多人不得打一年啊？不止吧？正好是1年0俩月。我们有首歌送给他。啊，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。吹呀吹呀，我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吹牛吧。啊，好勇敢！你看我在勇敢的，翻墙不如我敢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勇敢，有话该家不如家，有话好说。就看你的面子啊！哎，对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决斗了。这位，您知道这个财务室怎么走？财务室，这边有牌子，在那边看。我带你去。等，问问他干啥的？他干啥的？问财务室。啊，你干嘛呀？大姐，你再说一遍。大姐，大姐。大姐，就你这小样还打劫呢？哎，你看清楚了，看着。这怎么还有一个呢？不是你。哎呀，你看这一个个的，你看，保安，保安，五彩。太白净了，那个。哎呀，大哥好眼力啊！昨天刚刮的胡子。大哥，这条太顺了，这个。条顺呐，说心里话，现在我还是胖了。我去。哎，好了。欧了。